真的是秀明哎！哎呦，打破窗户，你手有没有受伤啊？就有点淤青，真的、啊、很痛吧？还好，现在好多了。哎，所以秀明，你手上的伤就是因为打破窗户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？就去跑步的时候啊，我就看到有一群人围着一台车，一直在那边大喊大叫。那我想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我就跑过去看嘛。 结果就看到一个小孩这边闷在里面，然后一直哭啊。那你看这种天气那么热，啊，这样闷在里面不就很危险吗？嗯。那偏偏车门要锁着，我就只好把窗户打了。哇，熊明家等于你救了那个小孩子哎。对呀、啊，给你100个赞。100个不够啊，1000个。那一万。熊明你好勇敢哦。嗯。秀明应该把你爸妈臭骂一顿，那没事把小孩丢在车上干。就我把人救出来就好了，我管这么多干嘛？我要管你啊！ 好，超好听。啊，熊斌都已经解释清楚了，所有人1分钟闯入躺平。啊，不是管你。你用那么多，30秒。你油最多了。10秒。5、4、3、2。那我也不用了。阿姨，你不用，你真的不用，他们啦。我不用啊。不用。他们都很听你的话哎。哦。 那是因为我是他们的班长啦，那子云的话就是住在这边也习惯了。嗯，这样很好。哎，我听子云说你现在跟你男朋友正在试婚同居哦。哦，对，对。那如果你搬离开爱情公寓，谁来管这些小朋友啊？哦，阿姨，其实你不用担心啊。 他们都还蛮自律的，不用我管太多，真的。子云住在这里我很放心，谢谢你，让我暂时住在这里。哎呦，阿姨，你不用这么说了，其实你就安心放心的住在这边，身体健康最重要。我要赶快好起来，回去台中，我不想让子云有太大的负担。阿姨，我说真的，你不用急。 而且你住在这边，我相信子云也比较放心。熊一，你真的好帅哦！你也像那个英雄片出来的女英雄，所以从今天开始呢，你是我崇拜的对象，我要跟你睡。浪费，那你明天舞蹈教室不用教课哦。呀，那你还不早点休息？还要跟你一起睡。好友，嗨，嗨。 王上飞，在外面就听到你的声音了，我不是说床上躺平吗？好，Dora，你不要一直针对我嘛，你是不是因为今天没有去寒生加睡，所以心情不好？以后少动嘴，多动脑了，你都已经是老板娘了。好啦，好啦，哎，帮我给徐敏，这个是那个对铁打损伤很有效，记得要擦哦。好，谢谢Dora。喂，Dora，你会不会趁我们睡着的时候偷爬去寒生加睡？ 王上飞，我刚刚讲什么？你金玉脑啊？啊，好啦。那你出去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关灯哦。好啦，赶快睡觉。晚安，Dora，晚安。晚安。I will watch you. I love you. 是我来了。你踩我。 一起睡也不是这个意思啊！哦哦哦，我去，你乖一点啦！哦，你好啊，Dora，嘘，王上飞在干嘛？刚睡觉啊？好啦，有床不睡那边。I love you， 再让我听到我就再进来哦。好，嗯，你是我的。 灵法，嗯，点啊？搞定没啊？仲未搞定啊？如果搞定，我坐呢度做咩啫？安娜，你还是看着我干嘛？赶快弄啊！你咁打哈欠吗？你不是累了吗？累了就去睡嘛。你出来干嘛呢？哎，我住在这边这么久，I first time see you work so hard。 Of course, I have worked hard, OK? 我又没有特异功能，我也不能坐在这边都知道对方想什么啊。你唔系出一张嘴就好的咩？
哎，还有那个邱总，我是已经把那姓张的行踪都说出来了吗？啊，报警抓他不就好了？你没有证据怎么抓人呢？对了，你说的对。 这样子会 too noisy 啊 ！I didn't say anything, okay. 哎，嗯。 再这样下去，那个 tissue 很快就用完了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估摸呢？嗯，你可以不要吵嘛 ，I'm thinking, okay？ 哎，我想要喝点水，我只是喝水而已嘛。啊，喝完水我就……哦，只是说我要……Shut up, you！ 啊？ 在想那件事情啊，不要想太多了。韩律师说还好我们是用汇款的，可以从汇款资料找到他本人。我们到时候就可以直接跟检察官讲。可是现在警察就说是我们唆使的，现在要找不到张老板。要是可以找到他就好了。韩律师有说啊，先不要见到他人比较好。 如果我们见面的话，检察官会觉得我们要串供。可是现在那些盗采的人就一口咬定是我们唆使的，我要怎么洗清我们的清白？如今有我在，我陪着你啊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会解决的嘛。 我想说，你都要那么早出门，怕你吃得很赶啊？没有啦，我都差不多这个时间去上课。阿姨，你给我问我那么早起啊？没关系啦，以后啊，你吃完早餐再出门。好，谢谢阿姨。哎呀，阿姨早，早安。阿姨，你还这么多睡一会儿啊？啊，对嘛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早就睡到饱，要不是我困。阿姨是这样的啦，因为前阵子秋婷一直在念说想要吃我做的早餐，我本来今天要准备的，可是没有想到阿姨你已经准备好了。 我已经跟子瑜说了，以后你们的早餐都让我来准备就好了。啊，朵拉姐，你喝多睡一点嘛。阿姨，谢谢你哦。谢谢阿姨，客气啦。辛苦。哎，坐啊，怎么都站着啊？阿姨，快坐下。我再拿两个菜。哦，好，阿姨我来帮忙。哇塞，这个，谢谢。不会。哎妈，记得今天要回诊哦。知道啦，没有很丰盛啊。 我今天做一点这个中餐的配料，那看你们明天要吃什么，我再换。好，好幸福哦！有妈的孩子像个宝。
就好。阿姨，你以后不要太累，你都丢给他做就好。对，阿姨，你都丢给我做，但是我不给你吃。我请你。你不是要去上课，你还……对，你多吃一点哦。好。对啊，你整天那么累，吃饱一点。来啦，好利啦。妈，早啊。早。回来吃早餐啦。哦，好啊。我来这么长时间了，都看你好像没怎么吃早餐，这样下去胃会坏掉的。我有时候带你直接吃早餐的嘛。我每次看你都是睡到最后一刻才赶快冲去店里的吧。骗吗？哎，对了，妈问你啊，那个紫云的姐姐不是癌症过世的吗？那紫云有做过相关的检查吗？检查？什么检查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一般家族有癌症病史的最好是检查一下。哎，他妈妈不是已经来台北了吗？应该要一起去检查比较好。这我倒是没有问过。哎，你呀，都在癌症基金会帮忙，这些事情应该是知道的，多少对人家关心一下吧。好了，我下次会问。下次啊，下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碰到他。好了，我会问啦。你早餐好吃哎。我多吃一点。哎，乖啊。哎，来了。哎，七早八早早干嘛？哎，邱总给我一张张老板常出没的清单。哦。可是韩律师有建议说先不要见到面，怕法院会觉得我们串供。这我知道，可是这口气我是吞不下啊。他们能这样，我们去找他们。哎，先讲好。只是收证，你不要冲动。我知道是收证，但是只要他们落单的话，我们就有机会。上车了。安全带。有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一般家族有癌症病史的最好是检查一下。哎，他妈妈不是已经来台北了吗？应该要一起去检查比较好。身体的事情不能轻忽，该说的还是要说。你那边要忙到什么时候？不确定。怎么了？月饼公司的门市那边我要去看一下，看一下广告在哪边拍比较适合。不然你那边结束跟我联络一下，我们一起去。好啊。怎么了？你昨天喝酒？对啊，味道很重啊。还好啦，只是我的鼻子比较敏感。都是郭松龄啊，他就硬要开红酒啊，他说我现在很适合放松。啊，这我也有情趣哦，但我觉得你很需要哎，不然最近在乱骂人。哎，因为我喜欢骂人哦。如果他们把事情都做好，还需要我骂吗？你帮我叫一下子云，我们来讨论一下主视觉。啊，好。子云。进来一下。哦，好。检察长，来喽。要不要先接电话？不用，我关静音。不好意思。子云怎么没接电话？我看过你的主视觉了，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比较少吃传统月饼。你再拿回去修改一下。好，我会再调整的。那你有比较喜欢的风格吗？年轻一点，调皮一点，或者是公司之前都没有试过的都可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呦，主视觉确定之后就赶快去借衣服，
这周末杨晴比较忙，所以这件事情就要落到你身上。如果真的忙不过来，就请同事帮忙。好，不要再让我说第二次。不会的，我会用好的。谢谢总编。谢谢总编。嗯。陈小姐，谢谢你。叫我梅心就好了，别那么客气。坐啊，坐一下。那我就叫你梅心啊。谢谢你，我来做检测，你还特别跑来关心。我们这个年纪了，好朋友本来就是要互相关心的，不用谢了。谢谢你愿意把我当朋友，受你照顾了。你这么客气，我们怎么当朋友啊？哎，我刚看到你跟一个血癌病患在聊天，我感觉你对血癌好像很熟悉啊。是啊，我有空的时候都会去癌症基金会当当志工。我也是在癌症基金会认识紫云的，也是在那里听说你的事情。原来是这样子。嗯。其实我大女儿就是血癌过世的。我听紫云说过，你跟紫云都很坚强。不坚强。我总不能一直让紫云为我担心吧。我听过紫云说过一样的话。哎呀，那没什么啦，我姐姐也是血癌过世的，那时候基金会也帮了我很多忙，所以现在我能做的我尽力去做。不过我看你现在挺乐观的。不能让妈妈担心啊。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？你说。姐姐是血癌过世的，那紫云有做过相关的检查吗？我听说兄弟姐妹罹患癌症的几率会比一般人要高。哎，当初李宁在做治疗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都要做骨髓配对，所以医生也特别讲过，那我们也都做了检查，后来的结果都没有问题。哎，可是罹患几率高，应该要定期追踪检查才行。也对，你是护理师，你比较清楚。好啊，那我回去的时候我就再提醒紫云。嗯。那刚刚医生怎么说？哦，还好啦，他说我的状况算稳定了，他只是交代我说这阵子要多多休息。哎，真是的，我都做妈了，还让我的女儿为我担心。这就表示你女儿很孝顺啊。哎，对了，上次我问紫云有没有男朋友的事，紫云也没有回答，是不是她不好意思说呀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是这趟上来听她的室友说她心里好像有喜欢的男孩子，要不然她也不会接受她的礼物啊。这样听起来他跟那个男孩子还有机会啊。嗯，但是我又听说那个男的呢心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女的，什么旧的出不去，新的也进不去。那紫云喜不喜欢那个男孩子？紫云是说没有，但是他怎么骗得了妈妈的眼睛？搞什么东西啊？不是叫你们晚上就运过去，为什么最后一大早才运过去啊？老板，可是晚上送过去没有人在啊。你是猪头啊，没人在你不会在那等到天亮啊？你们大白天送货，车子在路上跑，怎么可能不被注意？老板，我们早就被盯上了，这白天晚上无
关吧。你是警察，有没有被发现？你会知道，真笑。很好，就是这样，多聊一点。老板，会不会是跟我们买木材的人是警方的人？不可能啊，我早就调查过了，他是多马斯的小老板。张老板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我想看看。哎，快，他在拍摄，哎，站起来，别走，好，拿走。月神，重要吗？为什么录影？很重要啊！你讲什么东西啊？给我打！还不快给我追！哎，韩律师！哎，张老板，话，你就是那个张老板，怎么样？哦，老板，你拿了我800万，为什么要陷害我啊？哎，跟他废话什么？没办法，谁叫政府要查，我不找个人顶，不然怎么办？原来根本不是国良叫你盗采木材的。反正你们把钱给我，我就给你木材。张老板态度很差哦，是你的木材出事。反正你们这些有钱人一下就没事，担心什么？张老板，你跑不掉的。小老板。说话小心一点，这里是我的地盘。上，哟，还要来真的啊？老板，说话小心一点了，这里是我的地盘。上，哟，看来要来真的哦。呀！呀！来，来，呀！哎，干嘛？还听不到？那么晚还想打我？啊！大哥呐，来来来来来，怎样？最大只了啦！来啊，来，来来来！啊，想干嘛？想干嘛？不公平，那只那么粗，太粗是。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嘛？知不知道？在干什么？你他妈还想踢我啊？莫天威，莫朝威，还要打我？干嘛？哎，走！肉体你好了没啦？哎，上！啊，咋了？啊！哦，小董，还有你，哎，张老板人在那边啊！啊？怎么样？要不要过个几招啊？
还跑嘞！哎，又听，哎，不要追了。哦，韩律师，你怎么会来啊？我来收集资料啊。那你们呢？一样啊，收集证据啊。韩律师，还好我们及时赶到，不然就凭空消失，到时候朵拉变成黑寡妇，而且是很黑的那一种，没有人要。我一定会跟他说啊。秋婷，你打架退步就算了，连讲笑话你都退步。帮我再讲一个嘛。你知道奇异博士的前传是什么？什么？奇异硕士。那就走吧。我肩膀好像哇，你不要跟过来。怎么没有画面？哎，韩律师，这边开始。哇，老板，你拿了我800万，为什么要陷害我啊？哎，刚刚废话什么？没办法，谁叫政府要查，我不找个人顶，不然怎么办？原来根本不是国良叫你盗采木材的、反正你们把钱给我，我就给你木材。张老板态度很差、是你的木材出事。反正你们这些有钱人一下就没事，担心什么？张老板，你跑不掉的。接下来的内容对我们的案情可能有所帮助。所以你那时候主旨就是这个意思？我看我现在赶快回事务所，这些证据整理一下之后，快传给检察官。韩律师，谢谢你。好，先走啊，我先离开了。好，拜拜。我就说嘛，交给韩律师就是对的，要相信朵拉的眼光。韩森哥怎么这么快就走了？还谈到我子女的眼光，而且不用想也知道我子女眼光一定很好的、并且他当初喜欢过三重交情城，对吧？不是嘞，他就是因为有眼光才选择了韩律师啊，不是因为你。不好意思，你今天只有水墨一期不欢迎你。干嘛？宽谅欢迎我吧。光心不欢迎你。不过还好有你来，这样韩律师才能脱险。哎呦，我就说嘛，人多好办事嘛，下次我就召集十七人过去，怎么样？可是现在他张老板的行踪已经暴露了，之后要找他，我觉得蛮难的。干嘛呢？我在摸十七，你在干嘛？你要不要合格约拿给我？晚一点拿过来嘛，我现在没有空嘛，我在讨论国家大事 ，OK？ 现在啊，你刚聊到哪？是不是说十七这个杀出去？到底有没有认真听我说话啦？你先处理你和 Kelly 的事情啊。就这样还能怎么样啊？你跟他讲到怎么这样那么凶？跟刚打架一样，差不多。老板，听说有一个叫邱总的四处打听你的消息，不知道跟那个林国良有没有什么关系啊？邱总，我跟他又没有怎么样。可是听说这个邱总跟艾玛小老板很熟。多马斯啊，什么艾玛，连英文都不懂。看来真的是个邱总把我的事情告诉他，难怪他刚刚会找到我们。我大阿爸见过你啦，还差害你知影事啦。那么后盖哦，就不是安尼尔啦，听无啦，听无无啦，走，连我也加怕，赶紧跳落，我看布袋，佳姐，我看过子瑜做的月饼的主视觉。你说古装那个？怎么好像不是很满意的样子啊？有需要修改吗？我不是不满意古装，只是这跟我们 make up 年轻都会时尚有冲突，连我这关都过不了了，更何况是总经理。还是改做 Q 版的。我觉得很可以哦，
而且感觉蛮可爱的。也不错，这样可以提升年轻族群的接受度。哎呦，佳姐，你不能这样子啦！我说的意见就大幅接受，然后子云提的你都打枪打。对呀、啊。我当然就是很相信你啊！你教给我的东西总是会做得比提议还要好。我真的不知道子云到时候会给我什么。我懂你的意思，我以前也遇过这样的人，一个不小心就被制约了。哎，我怎么敢制约我们张大总编呢？他以前还骂过我努顿呢。对哦，坏人。哎，我不管他，反正你自己说要帮忙的哦。柚子广告已经上一阵子了，那接下来就是月饼哦。好了，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盯着子云的。哎，对，打个岔，有没有考虑过就是把那个小月兔给拿掉？不好意思，他再次不好意思，忘记关静音。不好意思，哎，肖总，什么？你被打了？你在哪里啊？我过去找你。好好好，好，拜拜。邱总说他被人家袭击，我在想会不会是张老板那边的。总编说要把这个改成 Q 版的，看一下。哎，我记得有个程式可以导入，然后直接改变主题。真的？嗯。那我们可以把月亮改成月饼。把这个电话改成淡黄色。好像也可以哦。干嘛不接？喂，何老板。哦，我是子云。找我什么事啊？那个，我有话想跟你说，你有空来店里一趟吗？不接。喂，何老板。哦，我是子云。找我什么事啊？那个，我有话想跟你说，你有空来店里一趟吗？哦，好。好，那待会见。嗯，等等见。哎，我找到那个城市了，让它变 Q 的城市。哦。哎，燕明。不好意思哦，何老板说的事情找我去趟梦一期，晚点就回来。好啊，那我顾东西，顺便研究一下。嗯，谢谢。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哇，哎，你看看。哇，这根本是不平等条约嘛！啊，当艺人就好啦，我干嘛要当什么经纪人啊？根本就对你有利。不是啊，我参考了很多合约，这都是那些合约里面的条款。哦，是哦。哇，哎，你看这一条啦，这一条啊，在说经纪人不能跟艺人谈恋爱，当我很闲哦，你直接随便来立。不是啊，就是公归公司，归私公司要分明，那我们才不会影响到工作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公司要分明哦。还有这一条，哇，这一条，艺人很辛苦，经纪人只抽1%。你是这样，经纪人不辛苦，而在旁边等抽成的。好了，我们再调高一点嘛 ，2%。我的 2% 逃了 2%， 啊，拜托那边两个签满2年，然后又必须要重谈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你是蔡依林还是江蕙啊？你知道2年要栽培一个新人有多不容易啊？那你之前签给你前男友6、7年干什么？就是因为签很久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才不想签那么久嘛。关我什么事啊？你迁怒嘛？
两位冷静一下，我们现在只是讨论一下合约内容，没有要定案，你们不要那么激动，好不好？好啦，还有什么问题？当然有问题啊！当艺人的期间，不能结婚，不能怀孕，懂吗？哇，你连这个条款都知道？我知道有这条约啊，但是觉得不合理，所以就没有放进去啦。啊，不合理是不能加哦。好嘛，你要改什么你自己修改啦。我弄就我弄，我就告诉你什么叫做专业。啊，对了，我有个 case 有 pass 给你耶，早知道我就叫那个演唱会的窗口不要找你。我本来就是要 pass 给我，不然给你哦。啊，你在公司那么忙，你是忙得过来你？拜托，漏一个少赚一个，懂吗？哎，何老板，来了。你妈妈怎么样？妈妈刚检查完，等报告出来看状况。哦，那你就不要太担心了。那个找你来是有件事想问你啊。什么事啊？你姐姐过世以后，你有做健康检查吗？我这么年轻，身体这么健康，要检查什么啊？你不要以为自己年轻身体很健康，身边这种事情本来说不定的。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啊。那你到底找我什么事啊？因为你姐姐是血癌过世的，所以你自己就多注意一点啊。反正你也在癌症基金会工作啊，没事就去做个血液检查，也没什么不好。对了，我妈妈她一直想约你吃饭。啊，不好意思哦，我妈妈上来台北比较忙，帮我跟阿姨说声对不起。不然你找你妈一起来啊。那等妈妈状况稳定一点好了。那我跟我妈说。坐一下吧，倒杯牛奶给你。谢谢。我家仔啊，我福大命大，无代志啊。李总，歹势啦。哦，无要紧啦，这哦，就是迄个社长的哦，查某咧找伊，才会闹人来。我甲你讲啊，这边的哦，叫小周的啦，我若讲减五公斤哦，绝对甲伊拼命的啦。我们要请律师了，接下来会请法律来处理。哦。我是哦，烦恼恁翁仔某的安全。邱总，真的很谢谢你哎，平时在生意上这么帮我们，现在担心我们的安危，真的很抱歉这次连累你。社会事哦，这边的哦，无咧惊啦。啊，咱做生意哦，咧社会哦，讲走跳哦，就唔好讲结冤仇啦。啊，我讲伊若无实在啊，我啊去验伤啊，啊报警啊，啊搁刷落来代志哦。老金王的助理了。其实早上的时候我没有去找张老板。韩律师不是叫你不要去找他吗？韩律师也有去，还好后来我和邱婷也有过去，不然不知道韩律师会发生什么危险。哎，你们真的要小心一点。对啊，你万一出事了，淑静怎么办？对啦，哎呦，你莫放心哦，这个正港的查甫囝。啊，好家仔，阮某人咧台江，李老师，啊，你唔通去讲无讲咧。好。要不要找个人来保护你们两个？万一他又找你们麻烦怎么办？啊，回去我跟志强研究一下。我觉得婷的主意不错哎，你们可以考虑一下。可是是他们来骗我们的钱，不至于来找我们吧？哼，哎，无一定哦。我陪恁同齐叫骗钱啊，甲因无冤无仇啊，因哦，嘛是甲我拍啊低头还我，我看恁哦较细腻个啦。各位，明天我们即将出任务，现在我开始做明天的任务调度。紫藤峰，刘文玉。有，周文斌。哎，王大凯。有，明天你们四位负责车辆。
是。林建川。到。潘世成。到。负责饭店走道。是。林家伟。到。叶秀华。到。负责大厅。是。汪峰。到。负责车辆调度。是。李伯祥，有。宋长伟，你们两位明天负责门口。是。好好协助伯祥，务求零失误。报告是。李伯祥，有。有什么问题的话，立即反应。报告了解。明天我会随时跟在委托人的身边，所以外围的指挥调度会由一位杨晴来负责。所有的状况由他全程督导，务必全程听他指挥。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很好。我想。有。你的西装好了，待会过去拿。报告，我等下去拿。各位还有问题吗？没有。很好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就地解散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下班啦！哇，任务终于结束了。嗯，辛苦了。请简单点。哦，林美式。好。哎，老婆。哎，你怎么越来越晚下班啊？这样有加班费吗？哎，老婆，你今天不是跟佳佳开会吗？开的怎么样？已经定案了，你要办吴刚。吴刚。嫦娥奔月的吴刚，芷云会去借衣服，然后礼拜天定妆。可是那一天的任务不知道会到几点。那你就任务结束再过来啊，不加班的话应该可以。任务结束你可以先走，我不能走啊。宋之强，我警告你哦，如果你又不能配合的话，我真的会生气。啊，对了，那个，你们公司还有其他的保镖吗？找其他保镖干嘛？你是最厉害的那个。我去过梁家才了解到状况，我觉得淑静她需要一个人保护她，她总不可能每一次出去都是国梁跟着吧？有这么严重啊？是谁？我今天有听西部讲，他们遇到危险，他们自己送上门啊，一定会报复嘛，所以我担心淑静。那志强哥，可能麻烦你了，总不能去动前才刚结婚。哎，你说什么？这没问题啦，交给我。只是这两天的时间暂时不行，不然我也不会请我老婆来帮忙。西服是有讲了，他自己会跟在军动前还有苏静身边。你们去帮忙。谢谢。这给你。我爸这几天身体不舒服，真的很抱歉，没办法陪你看电影。如果我能一脚踢进垃圾桶，是不是就代表我跟秀明还有希望？我的鞋，那不是喜欢 Kelly， 明明就喜欢人家还不承认。子云觉得那男孩子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女孩子。对你说什么？啊，你不用回啊。就说他的女儿要过来。不就你妹妹？那是他的女儿，不是我妹妹。